微请他介绍一下这一首曲子好。谢谢各位，感谢那个盛馨老师的邀请。对，然后就是盛馨老师就是说，有那个佩君老师有邀约，然后他就说，找我看看可不可以来这个场合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很不错，就是有合作的那个中西乐合并。然后这一首叫做，待会我们要弹的叫《井上花》。这一首原本是被尊称为台湾古筝之父的梁再平老师，他传潮州音乐的古筝谱，然后但是他因为他本身有学古琴，所以他把古琴的韵味又加入在古筝里面，所以他那个东西非常的特别。然后我的编曲版本是说，我再把它加上一个比较特殊的影子，比较现代化的，然后再加上单簧管的合奏，让大家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然后所谓的锦上花就是所谓的锦上添花，就是好上加好，就希望今天这个鼓舞展非常好，然后加上我们的闭幕音乐好上更好，谢谢大家。